跟随老师向佛陀圣像行他的问讯礼不问讯。三问讯。三问讯。同学们，我们礼请老师为我们授课，向老师行一问讯礼。大家好，请坐。好，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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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学院的同学，电视机前及视频前的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是《佛法概要》第五章《判教》，大圣三系的判教。视频在80，图表在47，课本的繁体版在351页，简体版在180页。我们在前几节课为大家讲解判教。那首先呢，是说明印度佛教的判教。那今天呢，要为大家讲解的是大圣佛法的判教，两者的差别呢？印度佛教的判教分五期，五期呢，前面我们也提到了，它可以略三期。略三期的主要的三个人物呢，是声闻、菩萨跟如来。那这是印度佛教五期的判教。那大圣佛教分为大圣三系，也就是三个系统。那为什么大圣佛教会分成三系呢？它跟三法印有关系，也跟摄化的众生有关系。那什么是大圣三系？在佛典里面，我们把修学佛法的根性呢，分为大圣跟小圣。那大圣三系呢，就是修学大圣佛法的三个思想系统，三个体系。修学大圣佛法的三种修法，也可以说是大圣佛法摄受众生的三种方便与三种方式。大圣三系简易的说，就是中观、唯识、如来藏。所以大圣可以分成三个系统，这个三系呢，也可以再略为空中跟有中。空中就是中观，有中呢唯识，还有如来藏。那这三系呢，同去无上佛果，只是它在摄化众生上面呢，它有气理气机的一个不同。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三个体系当中，三个思想当中，三个这个内容，我们去理解大圣佛法的它
它的一个色化众生的一个不同。那色化众生呢，三系色化三类的众生，中观系呢，色受五事具足的众生。那这五事具足呢，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几次。那五事具足呢，就是他各方面的福德智慧资粮比较具足，他已经种了上品的善根，已清净了诸障碍，已成熟相续诸善法，已多修圣解，已积集上品的福德智慧资粮。所以呢，第一系呢，他的思想呢，主要是以一切法空为主，那色受五事具足的众生。第二系呢，唯识系，色受五事不具的众生，也就是顿根的众生。那第三类如来藏的系统呢，是色受于未无我具，听到无我，他会恐惧害怕。那佛法呢，是色化一切的众生，从立根、顿根、未无我具，乃至于外道、凡夫等等。所以三系色化三类的众生。那三系到底要分别什么呢？其实三系呢，它所要分别的主要的跟声闻佛法呢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它要解决的是生死流转的惑业苦事，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它要分别的是解脱还灭的涅槃如来事，也就是说它要说明我们为什么会轮回生死，我们如何的去向于解脱涅槃乃至无上佛道。所以三个系统它要分别的就是缘起的流转，缘起的还灭。大家注意到一点，大圣三系第一个呢，它跟缘起是有关的，因为它要分别有情的流转跟还灭。好，三系跟缘起是有关的。那三系呢，它三个系统表示它的思想有所差异。那这三系呢，它跟三法印可以互相的搭配。所以三系第一个跟缘起有关，第二个跟什么有关呢？跟三法印。那三法印呢，其实就是缘起的三种不同的开显。我们说三法印呢，就是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极尽，印定是否是佛法，就用三法印来印定。缘起它可以跟这个三法印呢做不同的开显。我们说从缘起的生灭相续，它就是诸行无常；从缘起的因缘和合，它就是诸法无我；从缘起的本性空寂呢，它就是涅槃寂静。所以三法印呢，就是缘起的不同开展。刚才提到了大圣佛法，它为什么分成三个系统？这三个系统的差异呢，也可以说是三法印不同的开显。也就是说，偏重在诸行无常印说，偏重在诸法无我印说，偏重在涅槃极尽印说。那如果以偏重在诸行无常，就是唯识的这个系统，如果偏重在诸法无我呢，就是中观；如果偏重在涅槃极尽呢，就是如来藏。好，所以呢，大圣三系呢，大家掌握住一个核心，
为什么分成三个系统？为什么不要五个、六个？那从大乘佛法的思想的流变当中，可以总括这三个偏重，也就是说，它也被大乘三系啊，被这个三法印所含摄。那三法印刚才提到说，它也是缘起法的不同开显。那从声闻佛教，声闻佛教的根本核心是什么呢？根本核心就是缘起跟四谛。所以呢，大乘佛法跟声闻佛法，它其实可以相贯通的，可以相通。那前面我们提到说，印度佛教的叛教的抉择，我们要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，弘禅中起佛教的行解，摄取呢后起佛教的确当者。如果我们能够这样，就可以复兴佛教，唱佛本怀。好，所以呢，每一起佛教呢，有它这个殊胜的地方。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声闻佛教跟大乘佛教不偏于大小，能通于大小，刺透两边，那足以复兴佛教，唱我本怀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的叛教，判别大乘佛教的分类。那我们首先呢，分别大乘与小乘，从声闻缘觉，大乘的显教密教。那第二个呢，介绍佛法的五个核心，这五个核心呢，叫做地缘空四心。从小乘的解脱到声闻缘觉的修法，到了大乘中观唯识如来藏它的修法，从小乘到大乘，这是印度佛教总共呢大概五个修法。这五个修法呢叫做地缘空四心，等一下我们会详解。那大乘佛法呢，我们说它的叛教，我们可以分成三个系统啊，中观唯识如来藏，这边总共有六种的归类。那从小乘到大乘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它也是三法印的一个开显，也就是说佛法的演变呢，它是不离三法印这样的一个内容，这样的一个范围，这样的一个范畴。那从三藏教小乘的无常中心时代，进到大乘教性空时代，再进入到不共大乘的真常，无常无我无生，这个是在印度呢五期佛教略为三期。那这三期呢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极尽的无生，它不离三法印。那印度佛教五期立为三期，刚才提到了声闻行、菩萨行跟如来行，可以分成这三个。它其实它的内容呢，也不离什么呢？也不离三法印。到了大乘佛教分三系，性空为名，虚妄为识，真常为心，它也不离三法印。所以呢，从印度佛教整个的分歧，到了大乘佛教的整个分歧，它都不离三法印。也就是说，所有思想体系，它在说明成立一切法，它都是依于三法印，只是偏重的不同，偏重不偏废。那比如说声闻行，它着重在诸行无常；如果三法印呢，它了知诸行无常，了知诸法无我，去入于涅槃极境。那菩萨呢，偏重的说明呢是诸法无我，
好，那如来醒的真常唯心的偏重在涅槃极境。那为什么分三系呢？好，因为刚才提到了，因为它成立一切法的理则不同，理则不同，就是说性空为名偏重在刚才所提到的诸法无我，它的理则呢偏重在这里。那他的思想主要呢说明一切法空，世俗为假名，所以他叫做性空为名。那诸行无常呢，只是虚妄为事。虚妄为事呢，虚妄是生灭的，生灭呢在三法印里面呢叫做诸行无常。那真常为心，常我们说涅槃，常乐我净。那三法印刚才提到说，三法印呢就是缘起的三种不同开显。好，从缘起的生灭相说，生灭相说这是无常，从缘起的极灭性来说呢，它是涅槃极境。那缘起是无我的，我们说在声闻佛法呢，他提到的是什么呢？他提到的是缘起，佛是体悟缘起而觉悟。那这个缘起，缘起无我，无我呢它可以跨两边，哪两边呢？从缘起的生灭相，它是诸行无常，从缘起无我的极灭相呢，它就是涅槃极境。那在大圣三系当中呢，我们前面五期有提到了这个三系呢，是分为这个初期大圣跟什么呢？后期大圣。初期大圣跟后期大圣呢，它其实也可以分成性空幻有跟真常妙有的这两个系统。也就是说，性空幻有呢，它属于菩萨行。真常妙有呢，它是属于如来行，它主要呢所依的法印呢有所不同。还有三系的空有，它有这个自空跟他空的一个差别。会分成三系三个系统呢，必然有它安立法相的一个差别。那我们这个主题呢是大圣三系的判教。那大圣呢别于差别于二圣，那为什么可以称为大圣呢？大圣要发三心，菩提心、大悲心、无所得的空正见，还有呢在实践上面呢，我们要依三心修六度，依六度圆满三心。那菩萨行呢也可以说解在真空，行在六度。那这是菩萨行的一个核心思想。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，大圣三系的判教，我们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来看大圣与小圣。因为这里是大圣三系的判教，大圣跟小圣呢它有什么差别？小圣呢也可以说是二圣，那声闻缘觉。那我们如果说看大圣跟小圣的一个差异呢，这边我们来比较它的解脱的时间。如果以声闻来讲，声闻他最快三生解脱，最慢六十解。三生呢是什么概念呢？种熟脱。若以我们这个植物呢下种成熟解脱，最快三生，最慢六十解。缘觉呢是最快四生，最慢百解。那他的修法呢偏重的说，我们后面会提到。那如果以大圣来讲，大
大乘分为显教跟密教，那显教我们前面提到说，它也叫做波罗蜜圣。那前面呢，声闻圣、波罗蜜圣呢，它修学的时间是三大阿僧祇劫乃至无量阿僧祇劫。这个波罗蜜圣呢，就是六波罗蜜的修行。前面提到的界在真空，行在哪里？行在六度波罗蜜。所以呢，显教我们也叫做波罗蜜圣，修学时间是非常长的哦。而且它是什么呢？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难思能思。那波罗蜜圣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圣三系，中观为是如来藏。密教里面我们说它也叫做婆罗尼圣，那它是极深成佛。在小圣大圣呢，声闻最快三声，最慢六十劫，圆觉最快四声，最慢百劫。显教看起来修菩萨行，三大阿僧祇劫跟无量阿僧祇劫时间最长。密教呢，极深成佛。那我们会有一个思维，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早早解脱，急急的解脱呢，还是要慢一点解脱？好，哪一个是动根，哪一个是立根？好，早解脱的是立根吗？晚解脱的是动根吗？真正立根的，它是能够长时间在这个苦难众生的娑婆去度化众生，这才是立根。那声闻呢，急于解脱，所以呢，最快三声，最快四声，好，这个二声呢就可以解脱。那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，它修行上面呢，当然也有所不同。如果我们把佛法的修行，它的核心思想做一个简易归类，这边呢可以把它归类成五个核心。那这五个核心呢，我们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叫小圣，一个叫大圣。好，那小圣呢，也可以说是解脱道。解脱什么呢？解脱生死。对象是谁呢？对象就是自己。好，所以它叫解脱道。那菩萨道呢？菩萨道它也同样的解脱，但是他自己解脱，也利益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解脱，这个是菩萨道。所以在修学上面呢，它就有所不同。那解脱道的声闻行呢，声闻跟缘觉呢，它是属于小圣，也可以说是二圣。声闻偏重的说呢，是修四谛。这个四谛呢，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呢，注意了，它含挂要说明的法是什么呢？流转生死跟什么呢？解脱还灭。我们在说某一个系统会成为一个系统，比如说大圣三系，它会成为三个系统。这三个系统它主要说明的都是流转跟还灭，也就是针对有情，你为什么会轮回，如何去向于解脱，要说明的重心重点都在于此。那声闻所修的四谛法，它也是一样，含括了生死的流转、解脱的还灭、苦集灭道。苦谛呢，它是轮回的果，极地呢是轮回的因，灭道呢，灭地呢是解脱的果，道地呢是解脱的因。这个因呢就是三学八正道、三十七道品等等。那圆觉呢，它的修法观缘起而解脱。我们说缘起无我，缘起中道。缘起呢，它的十二支里面，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四缘名色，六路触受，爱取有，生老死，
存大苦聚集的轮回。无明灭则行灭，则事灭，则生老死灭，存大苦聚集的灭。所以缘起法呢，它要说明的也是生死的流转跟解脱的环灭。那我们再来看大圣菩萨道。大圣菩萨道呢，我们说大圣的判教分为中观、唯识、如来藏。那中观呢，它说明的内容的主题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？一切法性空，啊，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。那这个性空的思想呢，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从缘起跟性空的不二来说明众生的流转生死跟解脱还灭。这是中观系他的一个思想。第二个呢，唯识系。唯识呢，他在说明的以阿赖耶识为中心，说明阿赖耶识识是虚妄的，是杂染的，是生灭的。那我们要转杂染识，转识成智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它的说明主要以识为中心。刚才提到说，声闻是以四谛的谛，缘觉呢是以缘起的缘，中观是以性空的空，唯识呢是以什么呢？唯识无尽。好，那它的中心思想是四。那如来藏呢？如来藏自信清净。好，这边是阿赖耶识是杂然的，如来藏心呢是自信清净。那这个是唯心思想，性空思想，唯识思想，唯心心唯心思想，空是心，地缘空是心。所以我们如果说从佛法的五个核心，这五个核心呢，小圣两个，四谛跟缘起，大圣三个。小圣两个叫做谛缘，四谛跟缘起，大圣呢三个，空是心，性空唯识，还有什么呢？唯心。谛缘空是心是佛法的五个核心。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说，在印度的佛教呢，它从声闻佛教进入到大乘佛教，分成这个五个系统。那大乘呢，我们今天要判教的判别的分类法呢，大乘三系。那这个大乘三系呢，我们一般称为中观、唯识、如来藏。那这三个系统呢，基本上有六种的判别，后面我们还会